人家是看在敏慧的面子上才投的钱，快，真棒！相亲哪一次相亲啊？你不知道那一次？谁啊？你不认识？谁啊？谁？草木。刚说完李东西，你就弄了五个箱子出来，考验我是不是？少来，能收一点是一点嘛，免得到时候搬家的时候手忙脚乱的。唉，怎么了？舍不得了？这个家，从首付到房贷，都是我一点点攒出来的。你看这个沙发，还有全家的那些玩具，还有设计，全都是我一点点弄的。我曾经真的以为这个家就是我跟全全这辈子的家。不哭啊。那要不咱不卖了？别卖了吧，我不想办了。卖还是得卖，不能不卖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有点恋旧。房子嘛，我知道的，卖了的话我赚钱再买就行了。房子不等于家，家人才是家，有家人的地方才是我的家。那以后我和全全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，也是你的，都是我的。赵明慧都是女人，她肯定有办法。快进来，不用换鞋。啊？为何？你这是干嘛呢？我近期打算把这个房子卖掉，所以先收拾一下东西吧。卖房子？明慧，全全那钢铁侠头盔去哪儿了？就在那里面，你仔细找找，肯定有。对，打算卖掉了。你即将失去我跟全全这样的好邻居，不过好消息是你即将得到一套你一直想要的书。该不会是你带不走了吧？我这算忍痛割爱好吧？本人正式通知你一下，我已经成为敏慧女士的正式男友，未来的老公，所以呢，保持一下距离啊！谈个恋爱而已，就要卖房子？我和敏慧连做个邻居都不行了。不是我要卖房子，是我们百安的管理层打算联合起来收购百安，所以我需要一大笔钱。哦，误会你了，怎么着？以后做大老板了？别开玩笑了，先看看能不能成功收购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下午要跟曹木一起见一个私募基金的人。你先坐。哎，坐。哎，行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忙你的。行，我忙。钢铁侠，你这么有钱，还需要敏慧卖房子凑钱啊？我想给他钱，但是他不收。收起你那贱贱的样子啊！本来还想跟你支个招呢，现在看你这个样子，免谈。靠你，还不如靠我自己。不过你还真能帮我一个忙。说起你那贱贱的样子，这个蔡总呢，跟你们家新奇一样，都是投行的后起之秀，只不过他们家的投资规模呢，没有蓝鸟大，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才进入医疗科技领域。那当然了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跟新奇比吧？切，看给你得意的。也不知道是谁啊，当初说我这辈子也不会跟那个星期有任何关系。那也不知道谁说的呢，说自己好怕陷到爱情里面去，结果现在不还是跟陈家俊甜得死去活来的。我现在就是希望他不要想开。又吵架了？
吵架就好了。他要跟我求婚，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都看到婚戒了，在上面还刻着我和他的名字。真是没想到，小小年纪那么有魄力，可以啊。大姐，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跟我那几个前男友分手。我知道啊，你不想结婚吗？嗯。可是这个陈家具，说不定会不一样呢。是啊，他是跟我那几个前男友不一样，但是这不代表我会为了他接受婚姻啊。OK，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凉拌呗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先聊正事。蔡总，虽然说百安的专利不算多，但是我们能保证我们的每一项都领先于同领域的其他产品，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心脏 AI 建模技术，这项技术。关于这个，你刚刚和上司见面的时候已经说得够多了。蔡总，上次实在是不太好意思，我因为自己的一些私事没有处理清楚，我跟您道歉。怎么？难道你觉得我是那么没有风度的男人？啊，那当然没有，肯定不是。上次跟你见面的时候，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尤其是说到自己专业领域的时候，那种自信，挺吸引人的。啊，谢谢。对，敏慧呢，她是个工作狂，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强，在整个编程技术圈里数一数二，没有人不服她。在百安科技领域里，核心技术都是她带头研发的，那可是我们的灵魂人物。这个我相信，在我的投资原则里有一条，就是人才的价值。既然明总监在，百安应该值得一投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我把合同改一下，发你邮箱里。好。我后面还有约，我们今天就这样。行，那我送你。留步。蔡总，慢走啊。嗯，这不愧是你呀，曹总，这么轻松就搞定了。妈，学着点儿。走，吃饭去。啊，其实我觉得那个蔡文斌挺不错的，上次要不是心起捣乱，说不定你们就成了呢。你这话敢当心起面说吗？啊，我可不敢啊，他可是我们财神爷，我可不敢得罪。哎，来了，财神爷来了。秦总好。哎，你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周如记说他有个朋友来看房子。我来接你一块儿回去。哎，你们俩现在这个样子，那在何海翔他们面前是怎么装的呀？那你得问他呀。曹总，送你。别啊，免了，我怕我们新大总裁觉得我这个电灯泡太亮了。那我走了。明慧，嗯，明天记得给蔡总打个电话，好好谢谢人家。我打呀，嗯，蔡总，哪个蔡总啊？就是我们刚刚见的投资人呀，又年轻又帅气。哦，跟敏慧之前还相过亲呢，人家是看在敏慧的面子上才投的钱。敏慧，真棒！相亲哪一次相亲啊？你不知道那一次了？谁啊？你不认识？没谁。曹木，你要让男人有点危机感，免费教你呢啊。秦总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我谢谢你啊，曹老师。哎，曹木，哎呀，谁呀、啊？那个没谁没谁，你别让谁呀、啊？周如记等急了，周如记该等急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真的不重要。